太高。你这等一下，听人说完。下一个是不是太帅呀？零二赛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的这个身高困扰了你什么？就平时拍戏的时候，就是摄影机老师要，不是说我太高了，给人造成麻烦，要摆比较高的机位。那是摄影师老师的缺点。要不你匀点给我。